蟑螂做成料理给大家吃吃，但是他们可能会这样，好恶哦，或者是可以把蟑螂做成药物给大家治病。但这样不好吧？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蟑螂大便来种菜。嗯，这是个好点子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什么不一样吗？他们是用蟑螂大便做种子的。蟑螂大便，有人敢吃吗？呀，老师，你不知道，这才是价格有机。今天我们要来卖用蟑螂大便所种植的天然有机蔬菜。种植种植。无农药、无虫害，价干诶，天然有机蔬菜，110元，漂亮诶、欸！这个真的是用蟑螂大便种出来的，对，真的很新鲜。不过，这个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啊？不会，不会，我们完全没有撒农药。有挂喝几年的料，哦，好，那你说一把多少？10块钱，而且我把所有得到的钱都捐给家父。然后呢？这样我就全卖了。嗯，好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加油！我们相信用孩子的力量，有能够改变世界。我们成功了。